看。台上麦克风，音乐最精通。台上麦克风，旁路不拢有风啊。分享音乐风，分享音乐梦，分享舒快，台上麦克风耶！大家好，我是罗文玉，我是罗文玉。大家好，我是 Rita 林玉婷。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一个是创作的奇才哦。奇才就是奇葩的意思。有奇葩，对，硬底子的音乐创作人。超级两招提议。新米色开始创作机的音乐，第一跳创作是系全行业创作，韩国机第一种钻石是系入围金曲奖最佳行业钻石奖，该东西今年是不是说韩国机有得奖哦？哇塞，那你这样讲我知道是谁了，曾雅君。哎，错。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他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一直跳脱客家音乐的那种基调，而且呢，让国际唱片公司也关注过他。然后呢，他差一点也签进去成为王力宏的师妹，结果没下。结果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呢，唱片公司说国语音乐才是主流，然后你要写国语歌。可是呢，他说不要，我要坚持用我的母语写客家的音乐。哇，坚持用客家。好了，让我们现在又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客家创作才女曾雅君。哇！欢迎，我是向晴。
欢迎，你好，阿君，叶相亲，哎，你刚下床了，还要过去走人嘛？哈，对，你讲讲走是走，嘿，哎，用半年计付一下，还要过去，有很洒脱的感觉。跳白哦，写的一团模仿些关系。系感情，模仿些感情，系，所以是想讲，不用修以后啊，是写了条歌，想诶，虽然佮唐伊个曾经有点叛逆哦，对，可是其实佮有搿种正面的进训，想诶，希望鼓励，可是阿君一起来做了，客家音乐、母语音乐，咪系第一排专业专辑是得奖嘞，所以本意喊阿确听上的继续来专业母语音乐。系啊，因为爱从下体一首歌开始母语诶，佮时阵是蛮莫想讲当多，莫想讲诶，创新客家文化呀，用半天，哎呀都莫想啊，是因为。从小到大是讲腔嘛，哎、欸，一爸爸当记事伊吼，从伊开始教音乐，上来留音的时间，爸爸盖录音室给他。对，听说你爸爸很特别，对声音的那种要求、特别的敏感，这样。因为伊系一个虽然伊冇教音乐，蛮冇写过，不过伊当好弹音乐，所以伊他很讲究音质，伊弹的所有的音乐，伊都当讲究个。上韵嘛，唔好是调太慢先咧。从佮从佮有啲因为高音响有冇，就是玩音响，发烧客那种。嘿嘿，佮跳白会卖个调音响会好好的音响会弹，所以佮社区间按照上个卖调专辑来弹的时间，佮时间按你录音带的时台嘛。对对。唔过有一调 CD 咧，可是佮按你电器来卖 CD 本来就弹，因为佮求录音带为失真，佮相为失真。我第一个你体重。又卖了 CD， 没很有偶像、王力宏对不对？五年级的时候，对，那时候他刚出第二张《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该得。如果你在悲伤的时候，哎，聊天，哇，这可惜是 middle 嘞，嘿 ，middle 就哎，你还赶紧用按键，佮会写歌，会弹钢琴，会小提琴，会吉他，嘛个都晓。哎，从早又会弹钢琴，会吉他。有一点他没想到，他长得很帅。哎，对对对对，小鲜肉。小时候也是觉得他长得很帅，超帅的，着迷这样。然后就想诶，把王力宏当做自己的模范，就是哎，想去按为俩音乐的部分，然后。读好嘛又教键盘嘛，社区这些又教，可是都冇去学，是自己教听，俺妈妈买不爱嘛，系俺自己教，还是想到王力宏按强，俺想到伊强样，所以又应该是那俺的天资听出来写第一首歌曲。哇，很赞哦！哎，该今咪讲到偶像王力宏，你讲到王力宏，这里就也有一位创作型的罗力宏了，魔力宏嘞！今天就有这个罗力宏，罗力宏为各位献唱，我唱给你听好了，好不好？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有啊。Yeah。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延伸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公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该见面来到了哈，当然除了唐罗丽红唱歌哈，主要唐伊唱歌啊，有一条歌曲让伊本本的歌曲都冇曲用。啊，啥哈都带两首歌曲，按到发红嘛。
甲现爱老爱黄转的同学共下创作的歌曲，记下的歌词爱写的曲。哦，所以光听名字，我觉得有一种还蛮文青的感觉啊。对他两首歌的词哦，傅艺创给诗意，很像诗啊，像写诗。所以当初爱老去床边喝的时间有点困难，因为佮太像诗的那种发音，平常时讲话唔会用到搿种发音嘛。发音，佮是本土啊，系吗？嘿嘿嘿，错。所以当当也好哈，默默的翻开的客语字典。哇，我觉得雅俊很厉害，可以把客家的文化注入一些像文艺青年的那种元素在里面。我老盖作词人有文艺气息。你也是有啊，哇，那我们就来一起听这首歌曲。再谈恋爱，他够 Q 霸好。雄音乐风，分享音乐梦，分享时刻，台上麦克风，哇！
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新生代的这个客家的创作清新才女，哎，然后能写能唱能编曲，然后制作都全部能演能跳自己，他在发预言了。哎，今晚一出了录音啊，又带来好朋友唱吗？你要改咪富裕双尾唱，好好介绍一下。动尾唱，你要改全是动尾唱。有铁肺对不对？不仅有铁肺，他的分量只要有他在，你就感觉很安全、很安定的感觉。哦，真的，你这是告白吗？也没有，就是觉得看到他又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太好了。对，哎，你要改好好介绍一下。吉娜嘛，唱吗？吉娜杨淑玉，本名是杨淑玉。该呢，佮等下袂带落去个创作哦，系个客家电视台一部戏剧，按到《天公的穷阿喜老人》的片尾曲。好，哎，你实在弹几落唱好吗？好，哎，你看下来欣赏《天公》。一家门一家不知心恨念家忧伤空家故所求安用行吧行吧穷家行过了条路穷家
放完我全部的哀愁，入窗无法吐讲出在，期待了但所有的依旧的风度本已吹墙，又到悲伤，又到痛，又到无知，本已了吧。听他唱歌真的很过瘾的，两三样喂，练到强下咯，嘛家己练，伊在唔强喂练强下，唔讲爱听，强寂寞呀，爱听伊的表演又强下合作，音乐党又合作啦，唔讲奈西开始两三音变到安好，真个好寂寞的，又应该吼，哎两，我突然间发现我应该赖底波又加到亚军，嘿，实际上是很多年了，但是就是魔术，其实唔地又加到爱。你默默的暗恋我、啊，美丽的巧合，所以是可惜又联络，又我党又合作嘞，哈。哎，跟他谈了一条歌曲《天公天公》，天公嘿。我听讲除了创作，还个认同之外呢，又得动到奖啊。啊，没因为又一只歌曲的得奖，然后又天公了条歌曲。把灯关上，赶快秀一下。把灯关上，老虎掉台是吗？那条歌我刚刚 TP 很特别，因为它是有一种那种，如果你有看它的 MV。根本就是客家的爱戴尔，哇！他搞共董琼亲家母，但没有啊。我觉得他的视觉上面，还有他剪接的手法，后面很跳得很快，情绪搭配得非常好。但今天我们用一把吉他，你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有多么的厚。好，我们来听听用的感觉。朝客乐得到首奖的作品，把灯关上。做马街你共客家话。一只龙一个思念一夜幕就不见他头白公狼我也走出歌爱唱松狼一个无憾音乐有演绎一夜有演绎直到四夜纷纷飘那个高音基本上就旱地拔葱，从这边三万音底有没有？对，而且我觉得他常常在很多的歌唱比赛或者是在创作比赛都看得到他的身影，而且每一次人家看到他报名，基本上我们也不想比赛，就直接退赛，因为对就觉得有他在，然后很有 power 啦，对 power 或表演，我觉得都非常厉害。今天哦，在节目当中，因为快时重构，快时得将动到够 Q， 就是母语的创作，他加够嘛，传到。不过我从来没谈一重构翻译够 Q， 翻译够，带来一首。今天哦，可是我好像在节目当中没有听过你唱。
所以可以唱我的偶像的歌吗？当然可以。真的哈，偶像是谁？应该蛮多了吧？嗯，很多。都唱将。如果以那个亚洲泛亚洲地区的话，嘿，张惠妹小姐。阿妹，哇塞，阿妹，大家偶像。哎，今天要唱什么？她有好多歌都经典哎。待了两条黑矮矮七嘎啦，我很喜欢的一首他的快歌，也是很早期的成名曲《Bad Boy》。哦 ，Bad Boy， 一起唱。你说的是我太软弱，你说的是甜的作弄，你说的是我离不开优柔。我不能证明是与否，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哦哦，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我不是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那全是你犯的错。哦哦，你猜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door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让我对你说拜拜。好听，好听吼！哎呦，哎，你给米俩是很闹热的哦，哎呀，闹热哦！哎，你的，我觉得你的热情感染了曾雅君小姐。我觉得你们两个个性对比还蛮强烈的，有一种你知道吗？冰火你知道吗？菠萝面包里面要加奶油，你是那个热的菠萝包，它是那个冰的奶油，可是它碰到你，它就融化了。哦，他不会讲。哎，景英有他景英安的感动哎。曾经在雅君的一些作品里面，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观察一些社会或一些生活中一些小大小事，都还蛮细腻的。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叫《日头花》，对，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我也是特别有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学了这个乌克丽丽，然后帮人家伴奏录的影片。当初怎么会写这首歌呢？哦，当初你《Telfa》其实是客语的太阳光，就是阳光啊，对，也可以叫 Nitel C， 可是觉得 Nitel Fa 比较可爱。不过 Nitel Fa 用英美讲，它是向日葵的意思，向日葵。但是你写这首歌是形容很灿烂的阳光，对，我也写讲四季的阳光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嗯，我们来欣赏可爱的冰火菠萝带来这一首 Nitel Fa。
风，行路有浪有风浪。冲向音乐榜，分享音乐梦，分享舒坤，拍上麦克风。耶耶！哎 ，Kimi， 然后一个好朋友 Kimi 冬天没。秀色可餐，跟冰淇淋有关。哦，圣代是不是？我好像知道是谁。Simbok 哎，该 rap 哥，唐哥，你那个响板要拿起来，咔咔咔，数来宝一下，对不对？幸福 rap 哥，我们欢迎。幸福 rap 哥，他要来唱歌。我们欢迎圣代带来歌曲《没透气》。没透气。金不银好吗？爱不好，金不是熊，全部可靠包围。青不懂银，算是不懂。嘿，那一片虫，不种不种。无理嘿，无效。就跳伞，不会虚假，爱就可以爱。自信品味，自然散漫，爱就可以爱。终于听说莫阿里，漫步帝国，求回三年全跌下去。不过有时就会爱用错，爱用空空喏，马上输出哦喏。长不敢一秒时间，全新的打破 melody， 送不你鬼公拽。日期老时间就上游，魔法土容易被脱手，不会弄起个暗脆歌，一走而去过。多多的朋友 Facebook 为名爱扫左右，马该好高的喜爱举摆，关于马该小事爱喊个声，多多强应该歌词。记得讲爱是天生个艺术家 ，Follow me to 九十度跳呐 ，I'm your type， 带你相爱的爱把魔法 ，Yeah， 不该只该点只该闭上，从世界我孤跳爱只会中意怪吓掉，喊到来来买吼。爱的爱坐在空爱吃个一三一，无时间停下来嘞，爱的梦就好嘞。三三同日，那年三三变 battle， 困锁 inside。日期到时间就上游，魔法土壤已被脱手，为让自家安脆过，你总爱去过。Everybody will listen myself。无助感谢谢都给求谁会安家就凶都谈聚点的给黑马上黑上我的该说就嘞凶爱的世界得个公伯都会爱不爱不会公伯大家杀掉这一天给谁 yeah 日期老时间就凶够魔法土壤已被脱手不会让自家安脆过你总爱去过 ，Yeah， 日期老时间就上游，魔法土壤已被脱手，为让自家安脆过，你总爱去过。嗨，大家好。Rita 好，魏哥好，大家好。我觉得观众应该蛮少可以看到客家音乐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rap 很年轻的方式这样，因为我就喜欢这样的曲风，然后就想说用自己的母语嘛，冲看就对了，对对对。应该都是在常州的时间，其实你本身你信风音，你有两三个信风音嘛，所以你会说海陆，也会说四线。我都还讲海陆哎，四线不大。你还讲海陆吼？跟你自家常州的时间，搬迁自家吗？唐公伊不看因天雄伊，其实提白写俩写哈噶狗的时间，全又闹阿公啊，说容易写，因为很多那种词不能直接转换。对，你直接转母语没有这么说。对你直接转换的话，变成说没有押韵，然后我们饶舌，对我们饶舌最主要是要押韵，转韵押韵。对对对，那很重要，所以就会去问叔叔跟阿公他们回阿婆家的时候。哎，我第一开始写客家歌，是因为有只比赛，得奖又奖金，是开始木叶创造嘞。两百 K， 两百 K， 哎，开心还好上了哎。当时还是大学生，然后得到两百 K 嘛，两万块，就觉得蛮多的，其实很多，就觉得。对我算是一种鼓舞吧。是，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一般人写创作写 rap 都会用国语嘛，题材的比较多。那你不会觉得写客家的 rap 受限比较多吗？只是最主要是唱的时候，
唱国语的话，其实唱起来是比较，其实比较平，因为国语腔调就五个音嘛。客家的话是人家说什么13个音、啊，对对，其实很多，所以唱起来会比较，我们讲的饶舌讲叫做 flow， 会比较 flow，、哦、你会比较有抑扬顿挫，对，会比较有律动感，比较好听。对，可是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接受度比较不高，因为你走在第一波嘛，前浪正在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哎，好的，节目当中哈 ，Annie 在唱，你很美，提一条得奖的照片，究竟你还是让人经过而来学客家不？哦，还是还是个讲乜嘅？冻球咧，冻球咧，哎，走在节目当中来唱一下嘛。走得走得，你要跳够，现在学客家，学客家，学客家，我们现场就即兴来一下，好不好 ？Yeah。Yeah, yeah, check, check, check. 爱客家话，是爱阿爸教。爱你不是不爱，来到你讲爱讲嘛，爱爱讲本意。第一爱是客家字体和声音，唔第四和声音，你唔第四客家话，糖又摸糖摸，俺够摸。爱阿婆老你讲讲哈，老帮子就可以用印咯。唔第用印，你第两片只需动手阿老。唔第用印爱文艺，两可以来到。是为客家，你爱有客家精神之人，甲好后生人。唔会讲客家做唔得出来乡音，朋友还有爱你，唔客咩顺意，唔讲爱袂轻易。本意的客家文化继续做唔得唔记事情发意，冬明日两客爱你的文化，后生人等于你的，唔的良心天理，客家文化后台就看你。好客家，好客家，啊哈。爱讲伊讲的客家话，无强用就强用全从强下，好客家，好客家，啊哈！爱讲伊讲的客家话 ，You and me 的文化 ，Yeah， Yeah， 谢谢。我那种 rap， Yeah， 很自在，非常的随性的样子，不错不错。感觉很蛮开心的，很喜欢。哎、欸，今天哎、欸，真的 rap 好好玩哦，就弹乐动腔速。对，因为其实嘻哈就是比较 groovy 的东西嘛。对对对对对。就有韵律节奏，好，一号开始让你好好吗？好，走得走得走得。哎呀，所以快是了写木易的创作。除了刚才 Annie 唱，就是比较节奏，就用念歌的方式，念歌的方式。其实你的创作里面很多元。也有比较旋律的 Flower Story， 谁安哟？摸安摸，又 rap 了，没有天伦。摸安后堂啊，东后堂啊，那就是东后堂哦。啊，新摸台歌，新摸台歌 ，rap 歌 ，rap 歌。所以现在是要来一下，冲一下，冲一下，对吗？难得可以听到圣代唱旋律的东西。OK， 那就麻烦魏哥帮我弹一下，好不好？温暖的乡音的，全地春天开花嘞，爱的天空全黑蒙色的，俺叫莫干过都俺用落落 ，I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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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bang bang， 强下的音 don't go away， 放音的事情 fly away， 该是黑身在怕色的发机，同时嘟嘟咚等一下的你啊。牛对太太的母猪，我就像一只憨牛，所有东西开始变得有点不真实处 ，Because you。把眼的跳拿出来慢慢的转下两张公鼓不会讲法只能强化可能强用的法眼前的公鸡你拿起相机阿卡快门眼的世界嘛停止转来两边又开来眼上的三万地的漆黑一早开始Summer shining flower story もうバサゾーで地ねらおにりゃかにいやえええええええ台上麦克风旁路乌龙有风啊同乡音乐榜，分享音乐梦，分享舒坤，拍上麦克风，耶耶！今天真的是董鹏毅，嘿，亚军带来几个两个好朋友哈，当然爱滴个三个做音乐，又动到一俩共通点嘛，啊，一路夫妻哈，夫妻夫妻。互相扶持的扶持，扶持扶持的那个扶持，对不对？系啊，好爱合作。那既然要物嘅，上来捞大家分享，为了要买嘅房吗？
咱讲客家音乐俩部分，爱希望客家音乐做得十个行出去，不外国嘞大家来谈到咩？因为那就是像大家讲的嘛，音乐无国界嘛，所以是分享音乐本身，咪讲俩系乜嘅语言，还谈些也谈唔些，系那就俩系爱冇钱，当希望做得老俩系音乐。推出去的一点、嗯，所以你会继续来做母语音乐吗？客家音乐，来。会有一天尝试想要唱国语音乐吗？不会，不会，就是有够坚持的啦，非常好，超坚持，很硬壳，对，硬壳。那这两位好朋友呢？谁要先给这个亚军？其实亚军他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对。可是像我的话，我比较看我知道我比较躁动，我比较浮动，我就没办法像他这么有原则，对。可是我是希望说。他在比较容易受影响，对，可是我是希望他，如果就是譬如说，就像韵哥讲，他也可以写国语或是唱英文，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台湾市场还是蛮封闭的，对，可能有时候一听到客家话，他就觉得听不懂，我不想听，嗯，对，就是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走自己的路，他自己做的开心是最重要的，对啊，真的开自己开心最重要。对，那听说你要做国语专辑了吗？没有，之后叛徒，之后会的，都会都客家的还是会，对，还是会一起跨越嘛，对对对对对对。董仔，好，那 Gina 大妈，他是生来做音乐的人了，我觉得，他可以赢哦，正经，然后坚持是必要的，但是莫安安好，安莫讲哦，自己讲，不会啦，就是希望继续做出很棒的音乐。对，最后呢，亚军送给大家一些话吧，尤其对一些在追求梦想、喜欢创作的朋友们。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写歌，我是因为我懂好音乐，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希望，你下那些有追求梦想的人，不管你是在做音乐还是做别的艺术的方面，都是安样样。刚开始希望大家。很久嘞吼，因为路当会拄到动动音，会不你莫强用个意见，会给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一块西一块的。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有慢心。可是阿秋，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记得自己的初衷。嘿，因为记得你当初做嘛，该会想伊做一件事情。莫忘初衷，嘿嘿，那个初心很重要。不断的归零的感觉，对不对？那刚刚我看到这个亚军跟这个Gina 有一起合作，不过你们两个好朋友是不是要来在节目最后来一首歌，证明你们真的是朋友呀？哎呦哎呦，一定要一定要！这首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因为叫做 Sunday Morning。我这首歌写完之后，叫亚军帮我唱这首歌，担任女主角，女主角就主旋律的部分由他来唱，他可能会比较好听一点，没有，是不错啦，对。但因为两个各发有自己的所长，把它发展出来。好 ，OK OK。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曾亚军跟。圣代所合作的 Sunday Morning， Yeah Sunday， 韩语 Esther， LED 呀， Here we go。你暖烧的风景还想起我 Boy Just wanna go 错案不条不好的情绪资料都错案不条 Just can I go Play the song 快上到的公会会再上快冲动爱本伊的梦是快冲 Yeah 说爱怕你就回头我啦来冲的咖啡冲地冰冲斯科卡脑中的世界脑袋冲来死卡 Maybe 爱变心做得变心的你下次会上瘾 You can do something日日做点点的，你头下点一个香，舍不得被吃到甜甜的。你是个嘛，咱不爱一点时间，咱无重点在思考。Sunday morning， 爱一双帅帽，双帅帽。Sunday morning， 爱一双帅帽，你不想，你爱想。Sunday morning， 爱一双帅帽。不给动，中意动，浪漫不给动，中意动。一下切看不公，把酒煮酒洗茶，归家莫睡香。公开苹果的面，家人莫洗枪。拼好的风，一拼土家手，剧本书，十三
你拄走一球，伊都分解都伊下注，强豪，该把地位做得让个手心嘛慢着，有伊伊爱把个造势崩碎了，是用不碎了，莫会莫会老伊，把个简单对个来讲可是买不到的五天日，用伊伊比地个白配个地位图。下过一个社会动好跳舞跳摆平重新也谁来好想你我俩骗去留会我的回照心三年末年啊一直想衰梦到中的心也老了就来莫来三年末年啊一直想衰梦就算谁该全老水沟啊该定该一命从天气强呀Sunday morning,